飘，恨权奸鼠辈，鼠辈当道，抛却爱山中闲岁月，吼一声我跌倒，胸中有肝胆，叱咤人人笑，贫与贵美争高下，贫乡贫贱论知交，胸中有肝胆，叱咤人人笑，贫与贵美争高下，贫乡贫贱论知交。我歌我哭我唱，贫与贵美争高下，贫乡贫贱论知交。我歌我哭我唱笑，胸中悲愤无人笑，大龙，哎，进来进来进来。有什么事儿我从来不瞒大龙，这是我好兄弟。二位打算弄谁呀？京城里边有个武王爷，知道吧？哟，这田买卖这个。要说弄王爷这事儿，我还真没弄。不过您说怎么弄？您要是要人头，这事儿就麻烦点儿；您要是说不要人头吧，您就甭管了，我们有我们的办法。废话，不杀人，找你们干什么呀？我明白啊。你明白什么？不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吗？料理武王爷吗？还有一个呢？还谁啊？是谁呢？咱们回头再说，反正得让他走到武王爷的头了。咱们不能让武王爷一个人上路啊，总得给他老人家找个旧伴的，不是吗？好歹人家也是王爷。好说好说，这一个羊也是赶，俩羊也是轰，您知道，这钱怎么算呢？提钱，您说，您这有事吩咐给小的们，小的们这是三生有幸，您这一提钱，您说咱这朋友还怎么做？您哪那么些个废话？行了，二全，钱的事儿，你跟兰生商量啊。贝雷，您放心，这事儿您吩咐下来。咱可就谁也不认识，对吧？您走您的，我可就不送您了，别回头让人看见。嗯，懂事儿。二全，行了，我放心了，走吧。哎，全哥，嗯，这杀王爷的事儿有点大是吧？没事儿，
这埋主还大呢，你想想啊，事儿越大，反倒咱们心里他越踏实，帮着贝勒弄王爷，咱不吃他一辈子。全哥，那这祸咱不惹大了吗？事儿惹大了好啊，天塌下来有那个儿高的顶着呢。一会儿我找人去村里上那拿钱去。哎，你赶紧准备着。哎，来了，哟，怎么着？这鱼没等着我啊？都走了啊？哼，跟你阿玛也贫嘴。坐下。来人呐，给贝勒也拴个竿。哎，免了。我最讨厌钓鱼了，等了半天一条也钓不上来。我说阿玛，自从你打这河间府回来，整天在这儿钓鱼。您是不是打算要归隐山林啊？钓鱼磨性子。小镇子，阿玛年轻的时候比你还轻狂呢。后来我就学着钓鱼，慢慢的我就把性子给收了。得了，那对您管用，对我未必管用。小镇子，做事情不能轻举妄动啊，要静观其变才是正道。我最近看你怎么总是心事重重的呀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？最近这些日子你没有到处乱跑吧？我哪能呢？我还有脸乱跑？要什么脸啊？啊，小镇子，这就是你缺少历练的地方。你要是要脸，你就永远别想活好。你要想活好，就得不要脸。刘邦要是要脸，能把项羽给灭了吗？刘备要是要脸，他能得三分天下吗？人要想活得好啊，一是得有耐心，二就是得不要脸。他们的事儿我管不着，我就知道一件事儿，那老五是把我给得罪了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镇子，你这话是没错，阿玛也恨不得马上雇凶把他给宰喽。您真这么想的？想是想啊，可是没那么容易啊。这件事儿得从长计议。阿玛，我累了，我睡觉去。哎，亏我这身子骨啊，自打来了京城，那是一天不如一天。瞧见没有，我刚拎了这么点破玩意儿，就觉得吃劲。你说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那是在皇陵那会儿，哪有这劲儿啊？这身子骨跟牛似的。兰姐，那叫什么来着？流水不臭，门框可不烂。那叫流水不腐，户枢不堕。哦，行啊，兰姐，你这文词也是转的一套一套的。嗨，还不那混蛋老徐在这儿，见天儿跟我在这拽，拽得我耳根子都磨出茧子来了。哎，其实要说这老徐啊，还真有两下子。别的甭说，就这鬼主意，他就一车一车的。你甭再跟我提他了，鬼主意多有什么用啊？他不用在正道上。你说这个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哎，魁梧，你说这钱就真能让人变那样，随人怎么捏过？兰姐，其实要我说，老徐现在过得也未必那么乐呵。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好歹是一家子人，可是现在跟老四在一起，他都不如一条狗。说的也是。魁梧，兰姐，
呵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我们正念叨你呢，你就来了。回屋，甭跟他废话，咱们走。兰姐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。兰姐，我真的有事找你。怎么着，老徐？你真想让魁梧当街捶你一顿是吧？放手，兰姐！我看见他就来气。什么人？兰姐，我就求你这一次，你带我去见老五，我有话要跟他说。有关老五的生死啊！哟，二爷，嘿，哦，二全啊，嘿，怎么样了？百里，没错，是奔老五那儿去了。嘿，怎么样？嘿，这就是我们爷料事如神的地方。是。哎，我说怎么着？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？哎呦，百里，人家不给兑呀，那银票。怎么对不了啊？人拿银票一照，人说一万两银子，这么大数目怎么落你这种人手里了？所以格外啊，得让您老亲自在那银票上画个押，人那有底子，一对就知道。还真够麻烦。行了，拿来吧，我给你画。哎，得嘞，嘿，二全啊，二全，哎，你小子可别跟我们兜圈子啊，把那心呐放在肚子里边，这回可是都齐了啊。是是是，您二位啊就请好吧。啊，切，我说二全，哎，你要是替我把这口气出完喽，我还有赏。真的？得嘞，嘿，以后我们兄弟就指着您赏饭吃了，明白就好。嘿嘿嘿。五哥，这烙可是六文钱一碗呢。没事没事，多少钱都给他吃，瞧见没有？这有点弱啊，这个啊，来来来。哎，你哪弄来这么小东西啊？汤锅里抢出来的，这要不是我呀，这就成了红烧香肉了。这个什么肉？香肉，这人呐就这么缺德，吃狗肉本身就够混蛋的了，还得遮着掩着叫香肉。五哥，你还真打算养他呀？来，那城里又没地方咬獾。过来过来过来。哎呦，瞧我们这腿啊！怎么着，他也是把咬獾的好手？这个呀，这没戏，这个。这就搁屋里叫叫吓唬吓唬贼就完了。你可真逗。哎呀，小红啊，嗯，我这琢磨着哪天咱们回皇陵看看去啊。好啊。哎，我听说那山清水秀的，到处都是野物，黑岂止啊，那好处多了。你就说这拉屎吧，这城里就比不了，你在我们那儿想拉，找个上风口蹲那儿拉就完了，一是痛快，二是没味儿。你像这城里，这还得找个茅房拉个架势，那味儿就更甭说了。这算什么形容法？老五，哎，这个死磨硬泡非要进来。有话不赶紧说啊。老五，王爷真为了打算雇凶向你下黑手啊。老徐，怀里金表不错呀，老四赏的吧？开个玩笑啊，有事屋里说吧。老徐，这么说，这回小镇子是真憋着要我的死儿了？五哥，真贝勒是个浑畜，他忍了你这么长时间，依我看这回他是要来真的了。哼，奶奶的，管他真的假的，老五打今儿起我寸步不离地跟着你。哼。
看谁敢下黑手。就是，大不了咱睡觉都掖着菜刀呗，真要是来了咱就招呼着，还不定谁死谁活呢。吴哥，我们在暗处，你们在明处啊，依我看还是躲躲吧。啊，我说老徐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们在明处，你们在暗处，你这我们你们可分得够清楚的啊。兰姐，我现在哪边也不算，哪边也不正。徐先生，您能来告诉我们这件事，就说明您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您要知道，这件事儿要是让贝勒爷他们知道了，您的命就难保了。唉，可我的命还不是五哥当初给我的，现在有人要害五哥，我能坐视不理吗？我要真是那样，我还是人吗？这话不说了，老徐。老徐啊，听我说句话啊，你跟他们在一块儿功夫长，知道他们的底细，既然走到这一步了，索性把他们的底儿兜出来，来个痛快的，怎么样？是啊，老徐，你要是都说出来，他们不就全完了吗？是啊，你说出来吧，五哥不会怪您的。哎呦，老徐，你就说吧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替他们打埋伏？五哥，我这次来就是来给你提个醒儿，你多注意点儿。至于别的，我真的不能说。终归我现在还是老四他们的人，好多坏事儿我也都做了。我老徐这辈子毁就毁在“官迷”这俩字儿身上。五哥，对不住了。那拿碗酒来，我跟老徐喝点，要大碗。强哥，姓徐的进去快一个时辰了。这地方好啊，僻静。大龙，这院子小，咱们干脆就来个里外包圆得了。全哥，咱们还是换个别的地方吧，毕竟这是王爷住的地方。嗯，也成，听我兄弟的。大龙啊，你想没想过，这宗买卖做完了，咱们这辈子可都够了。老徐，把他接过去。今儿咱哥俩一口气把他喝干了，敢不敢？吴哥，让我跟您再这么干十碗，我也干。这样的，老徐。我靠，让我敬您一杯。别的我就不说了，我老徐欠你的。老徐，咱不说这欠字儿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拿我老五当朋友，你听我一句话，咱再喝这酒，把老四的底儿都给我。五哥，你就别再逼我了。
一会儿我从这门走出去，我就是我自个儿，我谁也不向着。老薛啊，你今儿说了，咱还是朋友，这酒咱接着喝。你不说，站起走你的。多年的兄弟，一刀两断。我这么问你吧，老薛，你今儿为什么来呀？为你呀，为了我五哥，他们要害你，我就得来告诉你呀。老薛啊，那你还看不透这帮王八蛋，你还帮着他们呢？五哥，这就好比一个人呐，来到了大酒缸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馋，他想喝几碗。后来他喝了几碗以后呢，想走，可还有点馋，有点意犹未尽，犹豫来，犹豫去，他还是又坐下了。这一坐下不要紧，他可就喝醉了。再想走，来不及了。老薛，那我要一大耳贴子给他贴醒了，总成吧？够呛。您想啊，一个人都醉成这样，他还能懂人事吗？即便是还懂，还知道，还能看明白这黑的白的，可是他没力气了，没力气再挣崩了。老薛啊，你这可是给自个儿做套啊，你就不能把他自个儿再解开？五哥，都乱成瞎疙瘩了，没法解了。哎，这个人呐，不怕办错事儿，就怕这错事儿一步一步的办下去，再想一步一步的解开。难了。我这么问你吧，老薛，如果朕贝勒今儿想杀的不是我，你还会来吗？我一定不会来。五哥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那个杨如花事后去府上行刺，就已经撂在贝勒府了，死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他是刺客，即便你有天大的委屈，带刀行刺，朝廷命官，难道他不该死吗？老薛，你听听你这话，这还算人话吗？这还有点子人味吗？五哥，我知道我现而今已经是坏人了，我已经回不了原来的道了，可是我还要来，还要告诉我五哥，他们要害你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您早做准备吧。不就这事儿吗？行，我知道了。老徐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这碗酒
你喝不喝？木哥，我老徐对不起你。走了，老徐，出了这门，咱可就谁也不认识谁了。来，来，吃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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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当你能出什么主意呢？跑啊！要跑你们跑，甭算我。我说呀，走就走呗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嘿，我说，这怎么还有帮腔的呢？我说兰儿，咱打不过就跑，这可不像你啊。这么多年没见你这样过，什么呀？这都是哦，小镇子一拔刀，咱还就都变成软蛋了还？不是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你想想看，那小镇子横不能拿着刀来捅我们吧？他一准是奔着你去的啊！我说要走，还不是替你想啊？你这心疼啊，我还不领情。嘿，你怎么不知好歹呀你？什么叫不知好歹呀？你让我逃，我就不干。五哥，胜者王侯，败者寇。是，咱们现在是走了，可等咱再回来，兴许这事情就有转机了呢。怎么说？我想啊，咱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去趟天津。周顺臣一家子来的是都死了，可兴许还有没来的，所以咱得去一趟。况且，你不是也觉得太后对贝勒的法法太轻了吗？所以咱得去找证据，再参他。小红啊，你这不是为了逃跑找托词呢吧？这事儿也办了，祸也躲了，这岂不两全其美？你就非得跟你那个面子较这个真儿啊？嗯，我觉得去天津这主意不错。哎，正好我没去过天津，老五，你见天忙着公务，你想想，咱多长时间没出去好好玩玩了？再说了。也得让老四看看咱们有多闲着呀！啊，别让他觉得咱们跟扛多大的事儿一样，得让他看看咱们也玩了，也乐了，还把他给拿了。你说这才叫本事，对不对？那这么说，走，这事儿我定了。成，兰姐，我跟你去。嗯。
哎，瞧你们这一句儿一句儿的，我还真就没什么说的了。我那明儿就走，我呀现在让魁梧收拾东西去。哎，行啊，小红，连你兰姐都跟你一条心了，你有两下子呀。五哥，你是真不知道啊，我兰姐是担心你才这么做的，要不以她的性子，她能闪到天津去？我兰姐是真心疼你。怎么着，老五，真走啊？不走怎么着？逗你玩啊？你少说我怕事跑了啊！刘胜，我抽你！那你这不是怕事是什么呀？你怎么变着法气我呀？这叫一举两得。老五，可是那个没那么多可是，快着快着快着。不是，老五，可是我还是想说。哎呦，烦死了，魁梧，你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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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说老徐会不会出事啊？要是老四他们知道老徐来咱们这儿，那就不会吧？他怎么会知道老徐来咱们这儿了呢？再说老徐比猴都灵，别人出事儿他不会出事儿。嗯，那就好。哎，老五，那咱去多久啊？哼，不知道，玩痛快了再回来呗。成，拿得起放得下。嘿，哎，这还像句人话，大丈夫嘛，就得拿得起放得下。哎，什么东西呀？啊！哎哎呦！哎呀哎呦！哎，出人命了！啊！老五，你这是赶车吗？这不是驾云的吗？甭拦着我来，我心里高兴。离开京城怎么这么好啊？我觉着要跟回家似的。要真能回去，那感情好。哎，五哥，咱们直接回去吧。那哪成啊？咱还好些事儿没办完呢。等咱办完了事儿，一准咱们回去守皇陵去。我他妈哪儿也不去了。我。哟，老五，这话透着亲啊。你跟他咱们了，那你跟我可就不咱们了。兰姐，我这不没回去过吗？等赶明儿咱一块儿回去，让我好好伺候你。小红啊，要说你这嘴呀、啊、真甜，我要是男人，我一准也喜欢你。哎，魁梧弄个干粮弄哪儿去了？怎么这么半天不回来呀？啊，说的是啊，按说这时候该跟上来了。进。哎，贝里，哎呦，贝里，出麻烦了。什么事儿啊？快说。老徐，老徐的尸首让人给发现了。什么？不是说已经拖到郊外去了？怎么一转眼又让人给发现了？是个要饭的，谁也没想到他就睡在旁边的乱草里，一大早他就到衙门报了案了。兰生，这该怎么办呀？赶紧想个主意啊！哎，爷，再不着急，反正衙门里都是咱们的人，索性咱就让他当替罪羊不就结了吗？哎，是啊，一个臭要饭的图财害命。行，你小子行，机灵。爷，可是现在还有一件事儿比这还难弄。
又有什么事儿啊？二全啊，这二全办完事儿不是回大牢了吗？他们还想要钱，说是有人要跑路。谁跑路啊？二全手下的人。我哪还有钱呢？这一万两还是我自己的私房钱呢，我没钱了，让他回大牢吧。哎，哎，等等等，你说老徐的事儿啊，刚料理完又出岔子，我看咱们办老五的事儿啊，先缓一扎吧。成，爷，就按您的吩咐了。你说这老五的命他怎么就这么好呢？老五啊，那魁勇不会走错道了吧？不应该呀，官道就这么一条啊。哎，来了来了。玉，魁勇，你弄个干灵弄到哪儿去了？怎么才来啊？老五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啊！我买干粮的时候，听说老四的师爷被人给杀了。老四的师爷？那不会是……没错，是老徐。我看尸首都给抬到衙门里去了，看得真真的。老徐死了。来，回去，回去。死就死了呗，还不是他自个儿作的。你闭嘴！大人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呀！我是个要饭的，我杀人干嘛呀，大人？你不杀人，那你怎么会到荒郊野外的？一定是图财害命，事后良心发现，害怕事发才来主动投案的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大人呢？我拿什么杀人呢？您看我这德行，我杀谁呀，大人？没准儿你练的是内功呢。哎呦，我哪有什么，哪有什么内功啊？我有烟瘾，我每天，我又没钱，我每天呢只能靠酒活着。不瞒您说啊，大人，我自己每天从哪儿到哪儿，我都不清楚。今儿一大早，我一睁眼就看见个死人，我本打算报了官呢，能弄俩赏钱，可没想到是这样。我呀，还不如躲得远远的呢。大人，孙子，你还想蒙混过关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是人赃并获，你知道没？哎呦，大人，我哪来脏啊？这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，你还敢狡辩？大人，那可不是小人的，小人从来就没见过这东西啊。大人，史大人怎么样？扛着呢，还没着。跟我出来。你这差是怎么干的？啊，他这样能招吗？再拍他几下，兴许就能招了。拍个屁！你瞧他孙子那样，他杀人，他连只鸡都杀不了。再说了，那死者是刀刺伤，连个凶器都没有，那是他杀的。施主事，求您个明示，这案子到底怎么办？哼，这还不好办？他不是犯了烟瘾了吗？拿个烟炮逗逗他，让他承认谋反，他都得干。五哥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就别再埋怨自己了。是啊，老五，咱们不是也没想到吗？
这帮王八蛋。老五啊，这回咱哪儿也不去了，就守在这儿，非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不可，实在是太狠了。老五怎么样了？凶者逮着了，是个要饭的，有烟瘾，说是图财害命。要饭的不是老四的人？这里的事儿我也不清楚了。那他现在人在哪儿？在步军衙门里压着呢。老五你麻去，我找这帮孙子去。还不赶紧跟着。哎，过足瘾了吧？行，这烟好。这是多少钱一两的？哼，那可贵了去了。行了，甭废话了。怎么着，你还打算在这抽个没完啊？啊，这回腿有劲了吧？那是啊，您现在让我上阵打仗都成。行了，甭废话了啊，赶紧的吧。干嘛呀哥哥？给我在上头摁个手印。这是什么呀？不是什么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啊，只要我给你买烟抽，你呢就得帮我们这个忙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可是认罪书啊！你以为是什么呢？哥哥，我是喜欢抽点烟，可我呢也不能拿命去换呢。我要是认了这个，那我就是死罪一条了。嘿，孙子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只要我给你烟抽，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。那你也不能让我认这个罪呀。嘿，孙子，你敢骗我们，想不想活了你？哎呦，打死人喽！哎呦，哎呦，好，打死人喽！哎呦，来人呐！哎，请问您找谁啊？官衙房在哪儿？您哪位啊？去去去！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摁摁呢你！爷，饶了我吧，我是冤枉的，我不能认这个罪呀，大人。哎，摁！你都摁住了，别放手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孙子！哎呦！你骗我们的是不是？啊！大爷，这杀人可是天大的事儿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要是别的小偷小摸的，我都可以认了，可是。就是这个，我实在是认不下来呀，大爷！打打打打，接着给我打！哎呦，你不认，认不认？认不认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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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打，继续打，别闲着，使劲打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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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死我了！行了行了，谁是孙良啊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别，这可是公家的地儿，滚！这是五王爷，不得武林。哎呦，王爷，可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死那人是我朋友。别打了！哪儿呢？那臭要饭的？回王爷，这就是那个孙良。孙子，你是真不长眼呐！你得罪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，老徐跟你有仇吧？干嘛杀了他？啊？那不是我干的，我没杀人呐！哎呦，我他妈打死你！哎呦，我跟你又没仇，我没杀人呐！哎呦，哎呦，什么？哎呦！哎呦！见过王爷，奴才史行在此伺候王爷。招了没有？情由是什么？